哎，王院长，你好。Morgan，船长叫我下来检查海员是否违反规定饮酒，请你配合一下。是吗？那我当然会配合。哎，但是你看，我就刚吃的就是酒精里那个巧克力，看全桌子上都是啊，所以去了再说吧。 知道，那我应该不会去这个酒心的巧克力了。这个桥标的数字你也看起来啊，都是巧克力的原因哈。我叫你中国的成语吧，欲盖弥彰。兄弟，我觉得咱们公司人才有几话吧，我最看好是你，你最有势力，能做副庄长。 兄弟，你的兄弟不是 Alan 吗？他不算兄弟。怎么，好像不太愉快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很愿意支持你。你知道我的支持，对于你，只转不配。如果我支持你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我支持你，还能让上层领导更加信任你的领导能力。听起来不错。 很有吸引力。报告已经出来了。I'm sorry. 但是呢，我也有我的原则，我更不可能拿性命来开玩笑的。化验结果显示的很清楚，你血液的酒精含量超标了。 单靠你吃的那几粒巧克力是不可能会达到这样子的效果的。况且你上船已经5个小时了，可想而知，上船的时候你酒精的含量是高得多离谱啊。Morgan, do I have to repeat to you our regulations again? No, I know I messed up. Morgan, you've been caught drinking while on duty. We must abide by our regulations. I have to ask you to disembark immediately. Andrea, please, take him. Understood. Hashimi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追求我来行怎么了？你如果再犯一次错误，你就要下船，你知不知道？下船就下船呗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方总监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啊，你们今天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OK， 我先走了。 发生这种事儿，谁也不愿意啊！而且媒体也特别关注事件进展，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会有怎么样的结果。现在人都太容易被带节奏了。怎么啦？哎，安妮，宝华旅行社那边怎么说？现在还在等保险公司的赔偿。
安妮。Oh my god！ 你为什么会来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应该在美国总部吗？尼卡尔看到大巴翻车事件之后，他会不着急吗？直接拉着我就飞来了。对啊，就是来讨伐我的啊。那倒不至于。不过，他今天心情真的很不好。好，对了，半个小时后所有人集合去会议室开会。小姐，开会。大巴公司如果有什么消息，马上通知我，听到了吗？啊，我得来客人了，就这么着。帅哥，我是这儿的经理，你想报什么团？国内游呢，还是国际游？因为我不是过来报团的，我过来找一个人，天玉。天玉，你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这样吧，有什么事我跟贺仔说。哎，等会儿，他是谁啊？他是罗亚游轮公司的。我游轮公司的，你找天宇干嘛呀？今天我过来跟我们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是我自己要找的。他已经消失很多天了，你们有消息吗？你找他，我还想找他呢。不，你说天宇这丫头也是的啊，一声不吭的销声匿迹了。你说我这两星期啊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他呢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。行了，你找他也好。如果你要找到他，请你转告他，公司已经给他开除了。让他抓紧时间回来办离职手续。喂，单位呢？什么事儿啊？老大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月的消息啊？我们全都找不到他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一回来就躲起来，真行。但你想一想，他受了这么大打击，一时间想不通躲起来，这可以理解吧？啊！出事了，躲起来，以为自己三岁小孩呢？你出事了，你就出来解决呀！你认识天月是第一天吗？他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吗？你要有什么消息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谢谢。可笑！又被骂。这不怪我。丁凯。安妮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有没有天月的消息啊？天月啊，我从回来了之后，一直找不到他。没有啊，我跟他也不熟，没怎么联系。行吧。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。没事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小蛋糕来了，大家都有份。啊，谢谢。吃的，提提神。吃点吧，缓解缓解心情。来。现在这个点儿，你怎么知道我还在公司啊？还是你已经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了？安妮，你的事情我都会放在心上的。要不我陪你出去吃点东西？算了吧，其实我没什么心情吃。还是你收拾东西，早点回去休息。不行啊，报告还得赶。我陪你。不用，你先回去，你在这我反而没有办法专心工作。好吧，如果需要我的话，随时叫我，随传随到。走了。哎，谢谢。加油，我支持你，你一定可以解决的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嗨，滕爸爸，你怎么才回来？
我今天开完会就跟那一直聊聊到现在了。Thank you。Nick 没有少批评你吧 ？Nick 今天发了一下午的脾气，把我们每个人都臭骂了一顿，让我们做好公关工作，稳定旅行社和旅客。三天之内把方案拿出来，弥补损失。那你准备怎么样？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任何办法，但是减压团的确是我对接的。客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的责任太大了，我一定要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，让大众对我们挪亚公司重拾信心。市场部本来就是一个处于风口浪尖的工作，有那么多的眼睛都在盯着，但是你也不必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你只要找到问题的根源，赶快把它解决掉就好了。如果你要增加业绩的话，可能思考方式也要改变一下，例如增加消费者的参与度。增加消费者的参与度。如今的消费者已经从被动接受变成拥有更多主动权的参与者，如果他们都积极参与的话，我们是可以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。我会往这个方向想一想的，谢谢唐爸爸。唐爸知道你的事业心重，一个市场的开创与巩固是一个企业非常重要的发展环节，它是一门艺术，关键呢就是你如何取得平衡，而且让它持续的发展。一个好的市场人员是决定企业命脉的要素。如果你真的要在这一行继续发展，我就可以告诉你，你要准备牺牲很多生活上的乐趣。放心吧，唐爸爸，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些事情的。既然我现在苦口婆心的劝你也无效，那你就只好接受他的残酷吧。不早啦，休息吧。OK, good night. Good night. 晚安。Good night.行了，姐，我来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我来。我来吧，我别伤着自己。车上还有几个箱子没卸。你们谁去把货卸一下？我去吧。你能行吗？这活都让你抢着干了，要不然你跟他们换换。不用，我行。主管，这个新人怎么回事？什么重活累活都抢着干？不知道啊，自从来我们店里，活全让他抢着干了。不过主管，我觉得你该谨慎了，真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你想想，他这么努力干活，就是为了给老板看的。老板再看到一个这么勤快的员工，哟，一开心，把他换成主管，这还有你什么事儿，对吧？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天悦，又是你是吧？你自己的事情干不好，你还连累别人是吧？对不起，搞得到处都是，你看一看，赶紧干活减压，你在干嘛？赶紧赶紧收起来，你看你又洒出来了。你今天啊不弄完，你就不要下班了。
天宇啊，你跟那个小丁儿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？爸，这个菜还挺好的。哎，天宇，你别打岔，你爸问你话呢。你跟那小丁发展的怎么样了？叔叔，他有没有欺负你啊？哎妈！哎呀，你看你怎么说话呢？人家都是口吐莲花，你怎么口吐象牙呀？嗯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让孩子笑话咱们。象牙怎么了？象牙可值钱了，你吐给我看看。嗯，啊，看看看看看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吐来吐去的，吃饭呢。对对对，吃饭吃饭。哎，老公，我还说了。是你了解我闺女，还是我了解我闺女？我这紧着问她，不是也是为她好吗？哎，要不行，你问我，不管这事儿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说吧，吃吧吃吧。嗯，天宇啊，这你妈，她不是问你吗？她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你跟她说，跟她说说啊。爸也想知道。我总觉得我要不出点什么事儿，你们俩都不高兴是吗？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。我跟你妈不是都心疼你吗？怕你出事儿吗？你别忘了，你是爸爸的小棉袄。那我呢？也是你的，是你的，也是你的，别争了，快吃吧，菜都凉了，来，吃饭吧。哎，我说天月啊，我跟你爸为了你和小丁的事儿，真是操碎了心。哎，你要觉得他各方面的条件还不错，对你好。要不咱们哪天把他约出来，正式吃个饭啊？是不是？对妈，我们没事儿。啊？没事儿？你俩不是住在一起了吗？对呀。您对您女儿是多不信任，我就那么守不住啊？我跟你说哈，你都跟他住在一起，那能叫没事儿吗？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，哎，我就跟你说啊，我跟你爸，我们都是非常保守和传统的人。你别到时候弄出点什么。哎呦，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哎，天宇啊，天宇，尽管爸爸不希望你被小男孩拐走，但是啊，是你跟小男孩交往，我同意。年轻人嘛，就该多谈恋爱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们俩有完没完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从丁凯家已经搬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天宇，这么巧啊，你也在这儿吃饭啊？哎，这两位就是伯父伯母吧？啊，是是。石阿姨，哎，我就过来送啤酒的。啊，哎，你要不一块坐下吃？客气，别客气。小伙子，一块吃吧。没事儿，天宇，一会儿你回去了，跟我把库存里面牛奶放到货架上，主管说要换新货了。嗯，搬货？是啊，天宇在我们超市里边可能干了，什么重活累活都抢着干。我们超市里面小姑娘就属她最有劲儿了。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一会儿主管又要骂人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得先走了，你也赶紧吃吧，别打卡迟到了，是要罚钱的。叔阿姨，再见啊！哎，好，好，再见。慢慢吃，哎。哎，天宇，这怎么回事呀？我都不明白了，天宇。你老实说，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和你爸？还有你跟那小丁儿，你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就是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啊！你这手上怎么都是茧子呀？你这，天月的岁数不小了，得赶紧找个人嫁了。我跟你说呀，让七大姑啊给天月介绍个对象。七大姑？啊，她介绍的呀，是介绍一对儿。成一对，我告诉你，你叫他赶紧打住，我就看他最不靠谱。他不靠谱，你靠谱？你尽过一个父亲的责任吗？成天什么都不管，不是今天反对这个，就是明天反对那个。哎，得得得，你把你自己的事儿整明白了，我就算是烧高香了啊。哎，我怎么不明白了？我什么事不？你明白好吧？要不你从现在起，给天月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要不你给我闭嘴。哎，小杨，你要过来帮忙，等你等半天了，这么多的东西怎么你一个人送啊？他们都有事儿。哦，这货要一箱一箱的搬，你行吗？没问题。啊，好，你也来帮忙。
你知道吗？我们这里有个包厢间啊，有个客人，他为了给孩子找工作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他挨个的敬酒，低三下四。我一看他就不是个喝酒的主。那他得喝多少杯啊？这不好说，里面有好几个人呢。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，也不知道那家孩子啊是多无能啊，要他父亲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到处找，找人求情，帮他找工作，真是的。啊，来来啊，你先放这里哈，哎，就放这里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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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担心啊，哎，担心。